该系统历时3年的自主技术攻关，完成了1358个零部件的设计、制造、组装和测试，国产化率达到了88%。我国首套国产化潜水水下采油术系统的成功自主研发，实现了我国潜水海域水下模式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。目前，渤海海域11个区块的储量动用受到限制，发现了油气资源，但无法开发。潜水水下采油术的成功应用，就能实现对这些油气资源的动用，这将为渤海油田2025年上产4000万吨油当量贡献十分重要的力量。